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OP Channel， 我是实况主老皮。大家好，我是坏东西。耶呦，没错，大家没听错啊，今天我们就请坏东西啊，跟老皮一起玩我们的黑手党，也是我们的四海兄弟。英文怎么念 ？Mafia。哎 ，Mafia Two。OK， 那上次我玩哪里我都不知道啊，上次玩到有一个什么什么肌肉猛男，是不是？肌肉猛男，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第九章，好，来看啊。第九章，你看。猛男和豆豆，对对对对对，听起来就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有点开心。住宅区，在住宅区里面，好开始了，快乐的夜晚。对啊，快乐的夜晚，起来了，还是在裸的身体。旁边怎么没有人？我怎么知道？OK， 豆豆是指。好，那我们先去接电话吧。好，因为他就是他可能老大打来的吧，看一下。所以他现在还是个咖，对，他也是小咖而已。Hello。Yeah, Vito, we got a situation here. Grab a gun and meet me at the bar, and make sure you're driving a decent set of wheels. 带枪的酒吧。All right, I'll be right there. 哎，所以说是不是发现 ？Goes my Sunday. 哦，他说他的春天终于来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哦，应该是要谈判吧？我觉得有可能是要去谈判。好了，那我们穿件体面一点的吧，穿起来看像黑道那种的。体面一点，中枪的不是因为动。没有，也不是这样讲啊，对不对？这个啊，这个看起来像警探，我们穿这个好了。这个穿黑色的，哎、欸，这样有没有像黑手党？有啊，哎、欸，对对对，有 feel 了 ，feeling 就来了 ，feeling 就来了。你有带枪吗？枪，哎、欸，禁止携带，禁止携带武器。我这样照都不能把拉链拉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条子又来了、欸，我快走，快走，走。为什么会有条子来抄我们家？嗯，为什么大妈在那边刷？他到底每个地方都有大妈？超多大妈的，这是骇客任务。骇客，哎啊，果然这个其实整个世界都是骇客任务。没错。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先去路上买枪，好，要叫我们带枪，我们要带个比较好一点的枪，体面一点的车。这个车其实体面一点，体面一点的车是不是？好，好，被挡住了。就上次，上次我偷回来的啦。可是我觉得这台车，舒伯特38型，舒伯特巴哈48型，玻璃还是破了，玻璃还破了，没办法、啊，一定是啊撞人的。我不然撞的东西、啊，我用一下材质，用别台车好了。等一下，这台车是我的爱车，好体面哦。杰弗森复古型，我这台车也是。史密斯运动型，反正现在就这样了。哇，怎么前面保险杆？这叫做潮流，玻璃还破掉。新潮流，我跟你讲，走在时代尖端的人都会被人家觉得说，哎、欸，怎么那么奇怪？但是，好吧，我是走在时代尖端的那个王者，好吧，王者引领潮流，全新传统，全新感受。让你感受到我感受不到的东西，霸气上身，霸气有没有？开车就一种霸气，什么迷你车，然后一个人那边整个气势磅礴，窝在里面气势磅礴。你要把那个身体揪起来之后，因为肩膀会往上升，感觉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要用什么肩垫？女生为什么要肩垫？垫肩就是因为让它那个造型。那个时候80年代不是很流行吗？没有错，哎、欸，我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也是一样哈、哦，肩膀上拱起来。一样的做法，我是走在时代潮流了。真的，这里是1951年，完全就是一个 fashion。吊车，吊车，他干嘛？够了，够了。对啊，挡路。这附近没有枪店，看一下。总是要带把枪吧，对吧、啊？不然过去，等下空拳跟他打架，稳死，稳死啊，稳死。我们目的在这边啦，然后这附近有枪的地方应该是这里了。那我们先过去，我们过去买枪，买枪再过去吧。哇塞，这个时代有雷达哎、欸，有呢 GPS 好吧？哇 GPS 呢？有没有？其实我跟你讲，那个时代就有了。哦，加油站可以当显示呢。哎呀，只是那个什么，你看，就是那个什么电影没有演出来而已。其实事实上是有的，美军啊、哦，美军那时候就有 GPS 了，厉害哦、欸、美军啊！爸爸头脑比电脑好，就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啊、真的哎、欸，头脑的 GPS， 哎、欸，就像这样，哎、欸，看。哎，你的车子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坑坑巴巴？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完美的车祸。哎、欸，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开出来的。车门还掉出来。我大概有六台车，不、欸、是，我像五台车的在。五台车都这样。我现在有四台车都没有车门，这还是唯一一台有车门的。真的。对，这还是唯一一台有车门。这是唯一一台安全的。一点点。他车门感觉也快要随着那个时间的那个随风而去。欸、对，就像那个秋风落叶一样。秋天的时候，那个枫叶就会这样缓缓落下。刚下，你下车，前车就是一流，超一流。你还可以买热狗，你知道吗？西门，老板买枪啦！
他一脸无奈。哦，你看1911有没有？我们那当兵的时候不是拿过了，对不对？哦，哎呀，点四五口技呢。旁边那只很大把，那是什么？好贵哦，大把那一把是吧？对啊，马格南，马格农啊，马格农啊，我们买一下，钱够吗？Here you go. 还好哎，我的钱就这，其实也挺好，可以啊。嘿嘿嘿，哦，买完了，散弹枪 ，shotgun， 老旧式的啊。然后我想买那个，哎，他这边没有卖机枪的弹药，没有冲锋枪吗？怎么芝加哥打字机那类的？他冲锋枪好像有，我其实有，但是我已经没子弹了。先买散弹枪好了。怎么样？买散弹枪 ？shotgun 啊，这个年代的 shotgun 就是一种，就是那种浪漫。对，没错，黑帮，然后拿出来就干，你的钱瞬间光顾。没差了，再去偷车就好了。哎、欸，偷个像那个10台这种车去卖，你就可以变那个什么$10,000的富翁。这台车一台车可以卖$100。这哎、欸，1000美元，这么好赚？对啊、嗯，那个时候$1,000是很大的哦。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年代啊，它。一个人的薪水，一个礼拜的薪水，对不对？去工厂当苦力，一个礼拜薪水只有$30而已。哇哦，贵啊！所以你看，一台车1000美元，贵。就像我们那个时候通货膨胀是一样道理，有没有？没错。对啊，做什么苦力？当黑帮 mafia 最爽啊！这已经是 BNW 的等级了。对啊 ，BNW 等级只是这个，就是这种厂风的对游系统。对啊，时代颠倒。你看这边中古厂，我觉得其实它这个真的是场景做的不错。车不会、欸、这边不能超车，就是不能超速啊！超速的话，你会被警察抓。没有啊，对，会被警察抓。警察抓了，真超逼真的、啊，我觉得真的这游戏真的是做的不错。是不是？先生，你会不会开车、啊？你会不会开车啊？不是你要硬超人家吗？没有，他不会开车，不是我不会开车啊？是这样子吗？真的啦，哦，你要相信我，你要的路霸、啊，相信你的伙伴啊，相信自己，相信别人。哎、欸，我车门修好了、欸，真的假的？就经过那个刚才这样一撞，我车门就修好了。它只是关起来而已吧？修好了，修好了，看。你会觉得它特别突出吗？好像歪。就没关系啦，就是有关卡就好，功能性嘛。功能。哎呀，这个时代他们还没有那么美观，就关卡跟功能性就好了。真的。快走在前面，走在前面。走草皮啊！哎呀、哦、！Face to face， 一点，你给我下车。算了，不要好了，不要接了，不要，等下那车那么烂，破了没有意义。然后马上说：“这个体面在哪里？”没关系啊，我们大家开过去，你看前面那台车还不是一样？这个城市开车的人都是这种个性的，不要讲我好不好？大家都一样啊，对啊，你不要就说：“哎、欸，老兵开车怎么那么烂？”不是我问题，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对啊，来路上偷台就好了。反正你也玩过 GTA 吗？有啊。哎呀 ，GTA 这车是不用钱的嘛，是不是？对。记得跑快一点哦！哎，真的是这里吧？好，那边就是那个他们咖啡厅、嗯，马蒂因，电工业是什么搞的呀？感觉很高级。哦，这边马上爆炸！没有，看没有热烟。你车看起来很 hot 呢哦。对啊，很 hot 哦。Hey, what's up, man? Super hot. Hey, what's up, man? Morning, Eddie. Hey, Vito.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somebody. Vito, this is Carlo Falcone.Pleasure to meet you, Mr. Falcone. Vito? So, Vito, how do you feel about Alberto Clemente and Luca Gorino? Well, honestly, Mr. Falcone, the way I see it, those assholes tried to steal $5,000 from me and then left me to rot in jail. That's good, because the two of them are planning to make a move on us. So it looks like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something before they do something. Eddie will tell you the rest.I'm sure you won't let me down. Goodbye, Mr. Falcone. Nice to meet you, Vito. So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A car with three of our guys in it disappeared last night, and word around town is that Luca might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Who's missing? Harvey Beans and the two guys who were supposed to be protecting him, Tony Balls and Frankie. Tony Balls! Beans is Carlo's accountant. Tony Boy. If he talks, we're all fucked. What do you need me to do?I need you to wait for him in front of Freddy's and follow him to find out if he's involved. And then? If you find out that he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is, you whack the bastard. And if any of our guys is still alive, try and rescue him. Hopefully you can find him before they spill the beans about our operation. Where do you think he'll go? I got no idea. So go prepared. Make sure you've got a fast car and some firepower. All right, no problem. Okay, stop by here when you're done. And Vito...
Don't tell nobody about this. Got it. Got it. 看来我们是受到他们的那个大老板的信任，然后叫我们去做出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黑帮里面哦，会计师通常都要做什么东西？都要做那些肮脏，怎么又警是警探嘛？都要洗钱啊，记一些黑账啊，逃漏税啊，对啊，你要把那个那么讲黑账的东西，什么叫黑账？就是比如说买卖毒品，他们那时候应该没毒品嘛，就是枪械啦，然后私酒啦，或者什么偷来的烟那些东西，把那些钱哦洗白，哦变成那个白钱呐、啊，我们讲黑钱跟白钱，对不对？嗯，对啊，所以我们叫他去救回，因为我们的那个会计师跟那个什么猛男先生什么 Tony Boy 被绑架了，所以我相信应该就是他们想要窝里反嘛，想要窝里反，好吧？身为一个家族，怎么可以允许有人窝里反？所以就是势必要去啊，拿出我们的汤米杠，然后当什么 Tony Boy。可是他说他叫我们要开快车，我们那台车应该蛮快的吧？哪里？我看他快爆了。好了好了，换一台换一台。猛男托尼，猛男托尼，不是猛男吗？怎么被抓了？猛男被抓了，我撬开一下。啊，没问题。哎呦哎呦，这台车比较高级，他的锁比较好。你看是不是？他开了啊，黄蜂，黄蜂，休斯顿。速度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有诶，有比较顺吗？哦，差不多吧。哦，有引擎声有没有？听起来厉害哦。吹油瓶，吹油瓶。哇！叽叽叫。叽。这边小意大利去了。比较快，比刚刚快很多。快很多。我觉得应该是车子玩好的关系啊。是。马上要变慢了。没有，没事，小擦。没事啊，车子撞破了，只是没有，只是啊，引擎盖都为了看，为了看东西，全开全起来，没关系。哎，等，没事。This is Lucas' car。哦，那车看起来不错。Now where are you, Luca? There you are. Okay, here we go. 哈哈，车子 ，There you go. Shouldn't get too close. I gotta make sure Luca doesn't see me. 不能被他发现，要像玩微型活动。可是我们的车会不会太招摇了？他的车比较招摇，我的车也蛮招摇的、啊。他车还敞篷，我车很招摇啊！我的车也敞篷啊！你车没有敞篷，你的车只是破头灯。我的车还藏那个安全盖啊！欸、他走丢了，他去哪里了？怎么走？我觉得他应该会回去跟那个其他帮派的人讲，因为他明哲保身，对不对？这个时候逃走，他逃走，没问题。我追到，追到。我说把车子变动。音乐吗？哦，他想要上高公路哦。他到底要跟谁见面？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这个城市里面有三大角落，我猜应该是跟其中两个先会见面吧。因为我们现在跟的那个角头是，他算是比较有道理的人，就是他觉得说也要遵循以前黑帮的那种。规矩对家规啊，那种东西，他就是比较走规矩。然后另外一个是新兴帮派，他就是比较随便，就是只要什么能够赚钱，他就随便这样，而且个性很残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耍一些小聪明那种。莱茵的，对莱茵的。我现在想看他到底比较跟哪个？河滨区，的好像是另外一个帮派，哦，too close， 好像是那个另外一个帮派的那个地盘。这不是仓库区吗？到你被暗算？对啊，难道我被阴了？Nah, Mike doesn't get involved in shit like this. Michael 是另外一个伙伴。没有啊，我以为他进去，如果他进去的话，他可能就是跟 Michael 是有关系。Michael 是自己人啊，他认识的。走到那里，而且我的那个轮胎盘子飞出去了，还滑行，超炫。我觉得开到这种地方，然后这里之后你跟他，对啊，还不够明显，这种跟肩。Slaughterhouse, of course. Looks like Eddie was right. Okay, I gotta get in there without being seen. 要进去哦？要怎么方式进去啊？没有狗？找路潜入吗？流浪汉有什么那个吗？应该是你爸爸那边是不是洞？先生你怎么了？你中枪了吗？还是中暑？我开始过去撵他了。你好残暴！怎么样让他那个、啊？
体验一下什么休斯顿航空，他可能这辈子都没开过车。Houston， 果然是高手，凌波微步，世外桃人，凌波微步，一个在个幕府嘛，就化解这波攻势。这边应该有路吧？有，我觉得应该做成这样就是有路。找一下合体吗？是啊，下水道。That's the way， 是不是聪明啊？聪明。后面 ，Sorry， forgot my bathing suit。对，嗯哼，哦，下水道。屠宰场，在里面，我觉得有可能是关人质的地方，因为在这种荒郊野外，屠宰场一般来讲就是，超级垃圾。因为屠宰场这种东西，不是很多电影都会这样演嘛、啊？就是顺便把人家放到绞肉机里面绞一绞，连尸骨都无存，然后直接把它拿去卖出去了，拿去喂狗。对啊，你穿西装在这种地方走。我都以为他要大火拼啊，为什么知道是在这种地方？蹲低一点。对啊。Shit, that dog could be a problem. 狗在叫，烦哦。狗发现。上面有人。他好像发现我了。急速进行带武器，这里不能带武器，哪边还可以亮武器啊？下水道不能带武器。对啊。太幽默。可是来这边，我觉得我很怕，等下会出什么事情。老鼠屎。Shit！ 你的西装脏了，我才换新衣服哎。If we could just stop by to pick up some steaks, kill some. 他最好不要跟我只是在这边买牛排回去吃，我就把他打爆。对啊，因为听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一定是叛徒之一啊。当初他也是不守规矩啊。你看，他还要我们入什么入门费5000块，就听他讲，就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他只是想要钱而已。反了，都被枪毙了。没有消音管，没有消音管。这时代的消音管呢，只有枕头，就枕头而已。他们都用枕头。导演会。Jesus, would you shut up? What? Is somebody there? Somebody there? See? So shut up before we turn you into meat. 躲了他。Nosy mutt. Shit, there they are.看到那个人，有没有？两个，可是看起来不像 Tony Boy 啊，那个完全不像 Tony Boy。三个哎，会计师哦，那个会计师，最后又看起来比较虚，应该是，而且穿的比较体面。总共3个人哦，他手上拿那个哎，汤米哎，芝加哥打字机。Okay, time to move。导入几句吗？这附近有路吗？哦，有上看，就是那跑酷的时候到。跑酷的时候到，这游戏没跑酷啊！这怎么跑？怎么跑酷？我这样跑，然后去看入侵黑帮，好吧？根本就是让我们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进来！哦，这么快就进来了，太好进来了吧？有人睡觉，嗯、扭断他，没问题。别开枪，不然同伴就会死掉。可以吗？不行，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把他给擦擦？他应该只是工人而已吧？你们觉得这其实看起来蛮好笑的。来个恶作剧之吻这样的，所以不可以来那种无声杀人。可以，可是他那个应该是工人啊，杀了工人就没有什么用。最里面拯救，哎，突然间我跳进去了。Don't know, never seen it before。这难度太高了吧？要怎么干呢？对啊，这么多人，我觉得应该失败的几次。工人。扛猪肉，如果你可以把工人杀了，就可以伪装成工人。你可以吗？我是蛮好奇的。我不知道，我先进去里面看看好了。杀手士气蛮多。进去看看。这也太离奇了吧？后面呢？他们过去了。应该是被拷问中。就应该被那种发现，应该没差吧？晓得。叫他们不要多嘴，多嘴的话就要他们的命这样。你敢多嘴，我就要你的命。哦，好像被发现了。也不行啊，被白色发现也不行。这边是传说中的绞肉机，卡兹卡兹机。不然他们待会就是耍那种黑帮电影的狠，是吧？把他们那个人拖来这边丢进去。OK。好，再跟他讲。没事。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eah, be right there. Damn straight. Let's go. 可以吗？进下一个，现在吗？应该不会那么随想。哦，到了，厉害了。I know where you got the money. Falcone thinks he's got a good racket going, but he ain't gonna get away with it. Come on. How'd you get it in the distance? I don't know anything. I'm just an accountant. Don't fuck with me, you egghead bastard. You wanna end up just like your buddy here? 满身泥巴，让人好笑。哎，you think you're tougher than him? After we're done with this, we're gonna grind you up in one of these machines here. It's just a question of whether I'm gonna be nice enough to fucking kill you first. What's that fucking stench? 臭味出来了，太臭。Hey, somebody's over there. Hey, who the fuck are you supposed to be? Jesus Christ, what is Captain Shitbag here to save the day? Shut the fuck up, Luca. Hey, I know you. You're the chump who was hanging around with that moron, Barbaro. I thought you were still rotting in the can. What the fuck you think you're doing here? Falcone sent me. He isn't too fond of skinny little cocksuckers trying to turn his guys into mincemeat. So, you joined up with Falcone, huh? Well, I'll tell you what. If you knew what was really going on, you'd realize that you was better off in jail. But that don't matter now anyway. 就说嘛，不要说太多话。对呀。那我好像，各位小孩，各位小孩，快，不，反击拳，哼，挥空，来来了，哼，哦，太会闪，自拳，一二组拳，一二次拳，组合拳，组合拳，哦呦，还反击我，组合拳，反击拳。老头，西老头反击拳，哼哼，哦呦，哎呦，这么厉害！左拳，哦，好有力，抓不了他哎，他超壮的，屠宰一哥吧，杀猪的，杀猪，你看那个锯子，把他弄到上面去。啊，站起来！站起来，从后面来，哎，不行，太强了，太强了，从后面也可以选啊！给我站起来！站起来，哦，哦，哇，他好强哦，真的，反击拳，重拳击，重拳击，哎，用不上。后面还看好戏。屠宰喽！Boys。Take care of him. 还是看，还是看。完了，没完哦！抢一把，抢一把。哎，为什么他下来砍那个人？好奇怪！哇，好凶，好凶！哇，好凶，好凶，好凶！You fuck with the wrong guys, assholes. 哇，有没有那么凶啊？直接砍爆他头哎！飙血，飙血，飙血 ！Eddie sent you? Yeah, he noticed he was a couple of guys shy at roll call. Shit. Poor Frankie.I'm gonna kill that son of a bitch. 快进去。Beans, stay here and don't come out until we come get you. Okay, okay, just don't forget about me. Okay, fellas. 找卢卡，卢卡哪里？哇，你怎么会有这个？有啊，捡到呢。德军的那样。对啊。Fuck you! You missed. 因为那时候二战刚结束啦，其实他们那时候很多武器都才卖到一半而已啊。变成说战争结束之后做很多武器没地方卖，只能卖给黑帮。哦，然后汤姆森通通枪的是德军的万岁，德军的联盟啊，汤姆好用好不好？可是汤姆森比较强、啊，会吗？我不觉得，回吧，打，不要照相，不要滚。
过两了，再刀一格，来来来来来，哇！啊！扫射扫射 ，Hello baby， 要学那个黑鱼讲话。Keep crying, baby, I'm coming for you。我估计他们火力蛮强大的。沙包后面还有一个。哦，还有还有，我们杀他抢他子弹。爆头爆头！你要扫射才有用。这火枪就是要扫，对，要扫。然后对单一的就让他扫弹。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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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啊！出来啊！你这胆小鬼！哎呦，我在打到他，猛男，男性，冲锋枪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冲啊！就是冲锋，冲啊！哎、欸，我先进，下岗，我的下岗啦 ！Nice job. Now let's go get that little cocksucker. 哎，我不能开他车吗？还不行？可以啦。Come on. 不行啊！哦，那车很贵的样子哎。有什么看起来烂车？哦哦，它里面，它里面，它里面啦！我们进去里面杀他，再拆门，再拆门。所以他到底搞不搞定啊？老兄，超蠢啊！他现在是生气。Shit！ 你有散弹枪，为什么不用散弹枪把门轰烂？工程锤，哪边工程锤？刚没，我用那个小车了，可以。Son of a fucking prick! Thinks he's so fucking smart. Think you're so fucking smart, huh? Go ahead, try. Son of a bitch! What's he doing over there? 他叫我踹是不是？敢踹音！呜！Come here, you fuck!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I'll show you what it feels like. Now, son of a bitch! What's that, dude? I'm gonna have a little fun with Luca before I grind him. Wanna join me? Sure.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 think I'll pass. It's his own blood, huh? No. Just hate the sight of Luca. I hear you, but you're missing out. I think I'm gonna try out that cattle prod he was yapping about. Yeah. Eddie wanted me to take care of him personally. Don't worry about that. It'll just take a little longer this way. This fuck don't deserve a quick death. I can't argue with that. Okay, I'm gonna go. I stink like an outhouse. And tell Eddie he don't gotta worry about Luca. Yo, Beans, open the door. It's all over. You. You're still alive? Yeah. What'd you expect? Look, before we go home, you want to give me a hand with Sleeping Beauty here? You know, that's not such a bad idea. 好了，那我们现在终于搞定了。不过他现在要我们去猎鹰见艾迪，可是我们穿着像头屎一样去，没问题。你有新车开啊？对啊，新车。你哇，舒伯特军舰哎！你穿的跟坨屎一样，然后开这种车，可是还蛮搭的、啊，你不觉得颜色蛮搭的？洗洗好吗？把车开在那个泥巴里面也差不多了。开门好吗？我这也是，不得了呢！舒伯特军舰，那可以把它拿回家吗？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拿下去试试。可是还是很容易被警察抓，你知道什么？小张，不是。太容易超速！新车，新车，哎，新车，新车，后面也破，前面也破，新车，轮胎也爆，轮胎也爆，好惨啊！没事没事 ，OK， 难修就好了。那上面跳一堆石头，这是要修的啊！这种车怎么可能不拿去修？对不对？轮胎也爆，爆的莫名其妙。其实我们要学那个，就是像四驱车一样开法。三角形，能不能去那个收藏？跟说老板，我可以帮我加两个导轮在那个车子面前。好惨哦、不会开车只能这样。好，我们先回去吧。好，要回到那个咖啡厅找我们的艾迪。
就是我们那个什么黑头党的，算是那个啦，就算是中间人啦。对，没有老大哥下面那一个。哦，对啊，好像他们叫王执行长，CEO， 执行长 CEO， 他是我们那个家族的 CEO， 什么东西啊？哎，哦呦，好帅啊！欧罗太爆了，还可以这样开。但是你好像错边了。车好丢好，怎么可能？啊，我的车比较好，待会儿再去修，因为现在没有轮胎很难开啊。我看到不了啊。卖保险，卖冒白烟了，怎么办？我觉得你要到不了啊，到这里就爆炸了。但是其实他们之前看我影片的时候，看我开车技术就是还蛮不错，其实是我已经经过大量警戒。其实在满路上，为什么车子到目的地就会爆炸？或者是每次车，为什么老皮说，老皮你车子为什么换一台车啦？明明就是到目的地那个车子不一样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是可以继续吗？没有，我没钱了。你忘记我没钱了吗？不用钱了，没有。老板赊账，老板赊账是不是不行啊？你家族要有家族的行规。如果你写 CEO 的名字，写 CEO 的名字，结果写刚才那个要二手被干掉说，赊他的账这样啊，没问题没问题。就他隔天讨账的时候，他已经把他做成罐头了，消失，人间蒸发。前面的前面，这个地图真的做不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其实有像 GTA 的那种街景的感觉。他就是，引擎盖飞走了，引擎盖也不见了，就蛮有那个年代的味道。随便随便的，开回家当做一个样品供着也好，样品。我曾经拥有，你要修好。没有不用不用想，我曾经拥有就好了。好的好的。老板，我搞定了，虽然我抽的跟坨屎一样。进去看一下，看到他老板讲什么？你怎么这么狼狈？别找人都救出来，为什么进不去？我进来，抽的跟坨屎。抽。And he's going, oh God, oh God, oh God, oh Jesus! Oh Jesus! Was that you? Vito? Oh Jesus! Why didn't you take a fucking bath before you came back? You told me to come right back when I was done. Think I'm enjoying this? Okay, okay, okay. What happened with Luca? It's done. All right. How about our guys? You find them? Yeah. Luca had him in the slaughterhouse. Frankie's dead. But Balls and Beans are fine. Luca was, interrogating them when I got there. Any witnesses? Well, except for a dozen or so of Luca's bodyguards. They ran to know. It was rough, Eddie. Yeah, it sounds like it got pretty hairy. But hey, you pulled it off and you got out of there in one piece, right? So go get cleaned up before you ruin everybody's appetite. And burn those fucking clothes. 我新买的。走，这就是穿一个吊嘎去就好了。他们给你钱，他给你五千块，给五千块，耶，可以修车了。果然他还是受不了了。对，果然就说啊，你五千块啊，去洗衣服了，赶快去洗一洗。好了 ，OK 啊，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这边了啊，感谢我们今天坏东西啊，这个莅临我们跟我们一起实况啊，坏东西有什么话想跟观众讲的呢？没有，你不是最近要开？有啦，我最近要拍一些影片啊，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支持与鼓励。好，没问题啊，就是到时候坏东西的那个频道，请大家多多支持哈。那我是老皮，我是坏东西，那我们下一集四海兄弟 ，Mafia， 哎，对，就等你英文哈 ，Mafia， 再见啦 ，OK， 好，大家拜拜，拜拜。